就是我执这方面，一直推到我执、我爱执这方面。第三，应对这两种障碍。如果呢，按第三呢，要自他相关来的，一定有障碍。哪两种？按来看清楚，哎，要对峙起来。自他相关，看到五行九啊。第一个，节制他二身各不相干，应思维自他是相对安立。如在此山时，结彼山时，彼山到彼山时，也结彼山是此山。不比亲就是亲，房就是房，绝对不同。以这个为艺术的这些讲啊，安呢，这种种状态就是按内心的概念，按内心的观念，一种来着修这个法门。我们会觉得，咱家己甲伊这两个身体是无关系，对不？我就是我，你就是伊嘛，你我他化成界限嘛，这是做主人的代志嘛。问到在这个现象，就是有你我他之分，但是那内心也能够结合，你我他的这个距离，从这个苦乐的问题把它拉近。我要痛苦，他也是有痛苦；我要快乐，他也想要快乐，是不是啊？他也要离苦得乐，所以我们就去思维自己还有他人是相对立的，内心这种妄念所造成的才有的。就好像呢，此有两个山，我们站在此山的时候会觉得对面是彼山，如果我们走到彼山的时候，是不是再望回来看原来那个山就是彼山，那以前我们看彼山，它现在改变了，变彼山，就此山了。所以彼山不是永远彼山，说我离我他好像是不相关的，但是如果你站在他的角度来看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我是很自私，是不是这样啊？那个时候就是此山，是不是？那如果站在我的角度来看，他是很自私，这个就是我是此山。如果我们两个立场对立一下，那就不一样。你站在彼山的时候，你看到对方那个地方啊，原来这个地方就是此山，是不是？就是没有，等到彼山的时候，就是变成此山。就是我站在这个灯啊，我站在这个座啊，啊，看到遐迄个椅啊，我讲迄个椅啊遐吼，是不是？迄个椅啊，迄个座的迄个讲座，安尼讲迄个所在。但我即款坐着，我即款坐这个所在，我就表面。但是我换一个位，我走遐的时，这个本来我咧坐椅啊，就变啥？另外迄个啊嘛，迄个椅啊，不是我即款咧坐迄边迄个椅啊。感官艺术，那我们的身体是不相干，没有错。但是你从他的立场来想，又不一样，离苦得乐都是一样的。好、哦，别在他单独为着按家己想呀。如果按你格局哦，就是你的工作截然哦是不一样。你都有这种的感受，这种感受一定要破除掉。好、哦，这种道理哦，一概的不比哦，轻的是轻，力的是力，黄的是黄，那不感官轻。伊个设定就已经固定了嘛，是不是呢？哦，啊，这个讲过，啊，这个来讲心的问题啦。第二呢，皆他痛苦，无损于我，不惜顾虑，当观自他相依而存，犹如所足，足痛虽无损于所，但并不因此所就不治足的病。表示讲，伊这么用咱的心态，咱就够靠感觉啦。啊，若感觉讲吼，安尼痛苦，安尼喙齿咧疼，伊都有感觉嘛，你就去治喙齿嘛。所以，但是呢，别人个喙齿疼，敢也无感觉啊，你疼疼伊个啊。所以医生就讲，伊个忍耐遐，毋是啥物疼，你安尼挨个大细声，啊，即马想讲，啊，都毋是你咧疼，对无？用安慰较紧嘛，就是安尼，就是不去感觉着，都无损于我，不惜顾虑。如果安那唔免顾虑着伊个痛苦，安尼吼对唔对？有这个概念对，按下头来讲，应该爱关待，互相关待，自己还有他是相依而存。相依而存就是讲，今仔有我有性命，嘛是别人有一份功德。伊虽然做的唔是讲做食物来伊滴好外面啊，但是伊做着这个物件是互社会人有赚着钱，能赚着钱的人。他去找为人这个开餐厅，为开饭店，对不？这家，所以伊真的是息息相关的一个工业的存在，是不是呢？你看有法度在这个世间呢，你来到这个世间，你有法度生存无？你一定无法度生存，你一定要靠一群人来生存，对吧？你要吃好，
你要摕石头咯？无啊，因为无头家啊，是不是安尼？无头家，你都无当石头咯，啊，你变哪生存？所以，因为我们是官代哦，我们是互相哦依靠而存在的。犹如啥物呢？一只手甲一只脚，安尼身体，我们的身体里面有手脚，对不对？有之分嘛，整体往公，这个人就是整体性的。那这个人里面有鼻、耳、嘴、目睭啊，有脚手啊。但是啊，那脚咧疼时，甲手无关系嘛，对不？甲有关系？无关系嘛。啊，你歹插袂好无？袂使嘛，对啊。因为呢，我脚疼甲站袂住时，我手要牵物件咪袂稳，是不是个？所以一定有影响到你的心情啊。本来呢，我的手想要牵物件来吃，但我无胃口啊，是不是啊？因为我脚疼，感觉拢有影响到心情啊。这影响到心情就是讲，因为它是整体性的，等于讲覆盖一切的木有情是共业而存在。伊的艰苦嘛是安尼艰苦。我今麦要讲的就一条，安尼立场的教化，无在顾家己就好啊。那就安尼身躯的手会疼，啊嘛是安尼心会艰苦，是不是安尼？手疼甲脚无关的，但是呢，拢是这个身躯。一个工业的存在，你讲就是安尼啦。你袂讲哦，讲因为伊跟我无关系，啊，你就无迄个地，伊的脚会疼，是不是安尼？袂使安尼。第四正修的时候，安尼就是咧讲哦，要对治两种障碍。啊，你爱发现有安有这种的念头，有这种的思想唔对的，安较知通对治嘛。就好像说我跟无我，安尼了解我的形象一下嘛，对不？自私的形象一下，起码你讲我们自私的形象，了解按照主师的心的时，那靠我都袂自私嘛，啊袂利他嘛，自利的心看会到，看会想要利他，是不是呢？我们要利他，把自私的心排解除掉，把这个障碍拿掉，利他的心就自然显现了，感官艺术。第四正修。按照静定的修为时呢，思维凡夫无始以来由爱执我所生的过患，令我爱执未生不生，以生则断，智不在其。爱执我呢，就是在讲我爱执啊，相对拢为着家己啦。虽然在讲我执，它是很坚固，而且呢很顽固，很不好搞就对了。这个王石呢，就是像一个很大的石头一样。我顶管啊，我这就像大石头一样啊，一个皮皮感觉。我顶管啊，去种别种来享受，去别种享受一下，我爱子，我为了我家己的快乐。所以我执的上面有一个我爱子，我爱子的最深处有一个我执在品着它。有我执，才有你有他；有你有他，就有贪嗔痴；有贪念，就会有我爱子。好，如果呢，安那看到这个我爱之自私心哦，啊，也过患，也不好的所在呢，那我们就令它不要再升起来，把它对治。一升起来，我们就把它控制起来，不要再让它频繁的出生。第二，再进一步呢，你看到这些和进一步的习惯，视为诸佛菩萨由爱他之所生的一些功德。哦，诸佛菩萨呢，你看有这些功德，就是因为一处处为着别人啊，所以为利有情厌成佛，这是菩萨行嘛，对吧？因为伊就是安尼，伊开始得到快乐，伊把烦恼给断除掉，哎，对着人与人的中间的相处真好过，所以伊内心无快乐，无烦恼就有快乐，这是相对性的。令爱他心呢，未生起的以生，那生以生长，安住不退。所以菩萨就是讲，以我爱自己的心呢，把它拿掉，然后爱他子作为他观修的法门，然后安住在里面。永远不对。第五，最后乃至初息入息，多修以有情，把有情故。这很多人讲的啊，初息入息，你心心念念特别利他，这个心态。好、哦，所以呢，安尼买当个培养，我安尼心态建立较强，我安尼意志较坚强，我的快乐，我的一切的地位福报拢给你，对吧？啊，恁呢的痛苦拢来给我吸进来。所以吸进来是黑烟，吐出去是白烟。我爸爸他在两分阿弥陀佛，两头有一片空，有一个人来他弄一个头壳。我讲什么人？伊讲爱都看未到。我讲啊，可能吼、哦，就是你过去的朋友，还是啥，还是你两分你喜欢爱到伊，对不对？因为按这个空间嘛，拢有飞人的，吼、哦，还是讲伊要甲你提示，讲你伊咧艰苦，啊，你讲他为着你，拢无为着我，你嘛回向我。我虽然看不到，所以我要让你知道我现在有的存在。
我爸讲爸，阿恁着分享我，讲食较饱，讲啥物讲，我了到要死，看在何伊啊？咱人是毋是安尼？有钱是你讲布施，拼较好啊。啊，你也慢慢仔布施，慢慢仔强勇，慢慢仔行善，啊，你慢慢迄个心就较大嘛吼。啊，你想个清楚安尼，卖影响安尼力量的，卖影响安尼生活的，迄袂使拢客气，安尼遐讲。你拢讲客出来，都唔是佛所说的，是不是安尼？因为你拢客，人家是逼得你做当兵，啊，当兵人本来无精力，啊，唔是头疼。是不是啊？所以阮爸我甲讲伊回应，甲讲讲啊，甲讲讲，我讲伊也真好啦，啊都唔忙嘛，甲讲讲诶，伊讲好啦，我回应伊，伊就讲会定诶，怎无来啊？我讲真好。